我是陈嘉玲。坐在荧幕前，我们跟着陈嘉玲一起经历了她39岁到41岁的人生。女主角谢盈萱演活了一个角色，实际上谢盈萱也跟陈嘉玲一样，年龄来到41，只不过感情状态比起嘉玲平淡了许多。这个傻逼！顶着金马影后的光环，谢盈萱影视双栖，近来片约满档，但单身多年的她似乎习惯一个人也很好。受访时甚至说，最大的生日愿望是考驾照，而不是脱单。阿姆哥的嘴巴上说不要，身体倒是挺诚实的。口是心非的谢盈萱在生日前夕就被本刊读者给捕捉到，疑似跟着新欢在台北万豪酒店吃大餐，看得出来谢盈萱胃口相当好。一边大客龙虾面，一边听着男伴说话，两人看起来是蛮谈得来的。饭后还在一楼闲逛，原本以为今日的行程只到这边就要拍手说散会，但生活就是这么多，没想到男生开车载着想考驾照不想脱单的谢盈萱一路往女神家前进。晚上10:17，两个人一起进家门，直到晚上12:00，屋内熄灯都没有看到人离开。时隔8小时才看到男生默默出现，开车走人。30号那天晚上，谢盈萱也在社群上发了新照片，除了神秘的男友视角外，还特别写下：感谢2021为我留下的此刻。看来对很多人来说很烂的去年，对影后来说有不同的意义。